师西财洛克的寻找下一个逆境唱将时，赵俊出现了。这是你亲弟弟吧？所有选手里面最厉害，真的。最后，希望不要跳到我。来自石家庄的音乐老师赵俊，上周连续讨教导师萧敬腾、林俊杰，获得全场观众疯狂点赞，成为《梦想的声音》舞台上第一位拥有三次讨教导师资格的爆款。他是我们这舞台从未见过的真正具有超强能力的素人。赵俊拿上了麦克风，你就立刻开了自己的万人演唱会。赵俊呢，真的是让我们惊艳。赵俊，恭喜你通过了我们的考验。恭喜你，赵俊，又经过我们的考验。真的，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惊艳。我们真的觉得赵俊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你的表演也真的是那个深情，真的是在舞台上这样展露无遗。你今天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呢不是首先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对，然后我老婆，哎，我老婆看到，我老婆看到这个节目，然后说，她叫我胖哥，她说胖哥你适合这个节目，你这您太太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对，就算是为她战斗一回，为她战斗一回，对。结婚多久啊？五一，今年的五一。新婚快乐！我还是挺紧张的，华少哥。现在没事没事，新婚都紧张。他出来唱的时候有点跟老萧好像啊，对吧？特别是一出来的时候，自己夹子。Come on！我特别喜欢肖老师的歌。你心里有答案吗？当我知道了几位老师的时候呢，我心里其实有一个答案，就早就定好了。我心里是想挑战羽泉老师，甚至我连歌都选好了。我听出来，但是、后面有但是、歌很重要，对。按照中文的结构，他肯定有但是了。我媳妇总说语言是门艺术。你媳妇是对的。在我们家呢，我说了不算。啊，于是老婆说，我老婆是肖老师的铁粉。厉害！赵俊呢，其实唱这个歌有天然的优势，太太在现场，每次一唱歌的时候，一个眼神就好像撒了一把狗粮一样啊。他不仅歌唱得好，还很幸福，真的是让人非常羡慕啊！非常羡慕啊！我想看看那张纸，这是歌词啊，这是歌词啊，我的歌词，对，因为我背对着那个荧幕嘛。对，但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也比较配那个钢琴嘛，因为那个钢琴的壳我们全拆了，没办法放谱架。我这真的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哦。肖老师能送给我吗？可以啊，你要的话我送。我去送给他。哦，真的吗？我帮你拿给你太太好不好？可以吗？你先赶紧送过去喽。对啊，你好好想。我这个是送给赵俊的，那暂时先放在你这边保管，希望你可以帮他好好收着。谢谢赵俊。赵俊很棒。哇，赵俊来吧，挑吧。什么，一定有歌你可以改编的，不用担心，先挑人吧。先挑人要不要跟老婆商量一下？好，你看你老婆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认真过。我去跟她商量一下。好，当然。
JJ 赵俊，请问两夫妻之间有共同的答案了吗？嗯，没有。分歧点在哪儿呢？老师们的歌都很优秀，我们要去选一个要适合我去做对改编，所以我们在纠结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当人多了成本的时候，自然选择就会增加负担。每一样都是有机会的，也许对歌者来讲，一次在万人演唱会的体验和录影棚内的现场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一件事情。摄像机后你可以想象每一台机器都有至少1000万观众，但是今天毕竟只有300人。也许他跟他太太来的时候是希望我还要再挑战，来的时候是希望我还要再挑战。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舞台上赵俊已经唱了3首歌了，但他每一次唱完歌之后，他一定会面朝他太太所在的方向。我被他感动了，因为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夫妻这样子，像一对夫妻这样子，我觉得我好羡慕他们。我这个忍了很久，我刚刚坐在那里，我已经没有在想自己了，我已经没有在想我待会儿要唱什么歌或者什么歌词，我完全被你的诚恳，你对于这个舞台，你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你对于你老婆的爱，我真的被打动了。我很羡慕你们这么真情，互相的鼓励扶持，然后也能够把这个真情放到我这首歌里面。也谢谢你，因为你让我这首歌有了新的生命。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那样子的冲动，但你把这首歌带入了另外一个境界，我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赵俊还有赵太太，谢谢你们让大家听到这么棒的歌声。谢谢。但我非常不想你失去这个机会登上大舞台，所以我想说的是，我把我的那个给你好不好？跳。事实上，三位赵俊讨教过的导师都选择要为他使用直通阵。我没有来错舞台，这儿太好了，太好玩了，太爽了，唱得太爽了。哇，好帅哦！我觉得
我唱了四首歌了，已经非常好了。刚才三位老师已经给了我直通证，深圳在等着我。对，谢谢大家，你值得，你值得。正在与赵俊进行讨教的 Hebe 老师拥有率先将直通证交给赵俊的权利。好，所以 Hebe 老师的直通证将颁发给赵俊，赵俊将踏上最后的演唱会舞台。现在正是云南白药牙膏推崇的幸福时刻，健康口腔，放声歌唱，感谢二位的精彩演绎。出门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你就当演出了，胖哥，就是一下子让我放松了。”我就觉得对，不就是来玩来了？所以我要在台上玩每一首歌，把它玩好。我觉得我做到了。